你要直接就去找他了。歪了就，我想要。
想要。就是要把那个纸巾。不是，是把这张纸巾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准备来一个全部纸巾来。我想要水泥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毛虫。我们会做到，我大概跟你说做到什么程度。好。那你们有没有去拜拜啊？有。去拜一下。小弟，你这样不会冷吗？穿上你的圣诞 T 吧。对啊，拜一下，圣诞 T 过香炉。那要多久？可以拿，没有问题。这里。你看，就完全在。我们站着茅坑。好。我说你要不要？他们会完成这样吗？可以交吧，因为在上面叫楼梯了。好。对，然后我也不懂，不懂的可以问杰哥。杰哥，杰哥好，宝哥好，宝哥好，宝杰哥。宝杰哥。杰哥杰哥是在做这一种的，要先还是我们讲放样啊，找专业来放样，然后再画再裁切。下一次的话，就先把宝哥、杰哥找来，杰哥找来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后续的这些问题。对，那就简单，就直接贴上去就
OK， 好。那所以这样子看的话，我们应该只能贴这种就是方方的部分。对，斜的话对于我们来讲，应该我们会毁掉它。大师来别的，来帮你解。杰大师，就是杰哥斜的部分就要麻烦你了。那你要教我们怎么贴方的？而且我看方的有这个，哎，这个是固定的吗？整平器，主要是让瓷砖跟瓷砖贴平。它会压住它定型，对，所以不会翘起来。对，因为瓷砖，因为我们瓷砖本身铺模做，所以它烧结出来之后要经过冷却，慢慢会回平。对，啊，所以再怎么回平都有一个幅度。哦。然后经过整平器它压住它，平均平的时候就完平了。听起来超复杂。对，反正 anyway， 杰克，然后我们讲怎么贴就可以了。先我们是先分配工作呢，还是先教怎么贴法？先，因为我们通常每个人都应该要贴到，对不对？不会。那我们先分配工作。对，因为我基本上有哪四个？有哪四个？第一个负责贴砖的。贴砖。第二个，我们瓷砖背面要配胶，就是我们粘着剂。然后把它刷。让贴砖的去贴。对。然后第三个是负责清洁瓷砖，清洁用海绵啊，清洁，然后用牙刷去把那个缝，刷牙那个土刷掉，对，头头因为挤压抓头出来，对，要把它刷掉。然后第四个，忘记了，第四个，你这个在旁边监工，对，监工监工，没有负责这个整平器。整平器，那粘的话，身高一定要高吗？不用，要吧，因为有贴梯子。我被指定了，他说你真是好，被指定了，我很真是，比较适合粘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你了。身高略微娇小的可以做，比较什么可以做什么？有没有辛苦一点？给就是个子比较矮。过来配胶。配胶很难吗？配胶是很简单。你要也不能，让落差高，落差大。哦。好，那我配胶的。那我配胶。啊，配胶的。什么？配胶是很轻松的。他说配胶很难诶。轻松是海绵刷刷的刷。哦。是给小迪啦，因为小迪没在上面。小迪在刷的时候想说，我到底为什么？对呀，为什么我要来？那放整平器有没有哈？也算轻松的，但是有时候遇到不小心的时候，会卡住，要稍微适应。听起来好像只有粘的最辛苦。没有，粘的是被你梦醒。都对，真的都很轻松。杰哥，你专业了，杰哥，你做很久了，所以跟我们一样。对啊。好吧，那这样我们分工完了。那分工完之后，那接着由杰哥来引导怎么做了。好，我是粘的。加油，杰哥，我是刷。好，涂年糕，涂，先涂涂看。哎，我也想涂涂看。好啊，涂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最好玩。哎，对，我也是，对，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水泥，看起来好玩耶。它是粘着剂的。哎，这个水泥看起来，所以它是水泥，它就是水泥的。哇塞，哇塞。哦，哦，好好啊！好像做蛋糕哦，是奶油吗？对啊。这有什么技巧吗？就是弄平。我现在在讲物品，是去楼下刮平而已。你看，只是杰哥的专业。我是疑问。哦，然后砖道就是小迪要负责刮掉。哦。每一个地方都要粘。要不要做沙画？好神奇哦！这看起来好像粘住，好酷哦！像蛋糕哎，它长得很可爱啊，疗愈。杰哥好像要围观我们做完了。贴砖的时候，他不理帮我们做。杰哥，我有问题，为什么你第一层磨平都要把它刮成这样？因为这样才平均啊。这样才平均。那为什么不是用平的那一头去？这个是，因为瓷砖在贴的时候，它需要把它推开，压下去之后，它才散开。哦，你就压下去的瞬间，它才会跟着一起磨贴吗？对，好神奇哦！那它这样放会干掉吗？不会，那没那么快干吧？你以为是白胶啊？对啊，我以为是我们今天做沙发快干胶，然后它会粘。
杰哥是不是？杰哥，你会涂啊？要帮我救我们，救我们涂啊！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谁这谁的？你先想要，我想要体验一次看看。这样很多吗？这样太多。我持中，我来看看你多爱猛。哎，
我就看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先拿，先在那。那我要先粘，我要先粘这边了，对不对，杰哥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抹完再一起粘吗？杰哥看不下去了。杰哥，我先洗个手。你什么都没弄湿，我刚刚在接你的水泥耶。这好像敷脸的泥膜。感觉粘是最困难的。杰哥要帮我们了。对啊，看不下去了。还是我们叫乌龟叶，我们看杰哥做。是不是好吃？对啊，好像比较实际一点。对啊，杰哥，你想喝什么吗？杰哥，你肚子饿吗？要喝汤。可是而且量很高，你要怎么？对啊，那个我们没办法。对啊。杰哥，杰哥，你让他用，用失败的话他担。他已经成功了。这边啊。杰哥老师把它交给对杰哥，杰哥看了倪轩之后，杰哥就觉得被交，你要放弃这个了，放弃这个，被交是什么？就是后面抹那个、啊，那个后面也要抹。用这只，这个只有一样，站过去这边呐，站过去这边。很好，哦，很像好玩哦，像吐司在抹果酱。对，这样你要注意啊，上面都有编号，它是倒号码这样。哦，我要照号码去背。好，其实杰哥，我发现其实要蛮出力的，因为水泥蛮硬。对，其实要用蛮力耶。不用啊，是你们不会而已。哎呀，技巧，这个是编号，就做成这样。然后交给我，52号，等一下，你用这块，我用这块，好，抹的好漂亮，没完了，那个高招是高招，陈思雅加油，陈思雅，我平吧，这块来，那你们要粘在我身上，这里，这个粘上去，这个。是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啊？就这样。只有一次机会哦。好。四牙的部分，那先盯。我就问。阿米就搞。你觉得这是你要做的，你要来看。然后我要来看这个。它弹性好强啊！要压吗？一小一小。它不会掉下来，不是它直接粘住。它白色的要一样，就是卡在点点。这个是那个键盘。垂直，要不然会吸住。这样真的吗？可是我看他，没有，你看他吸住了。对，你要这样子啊。啊，因为那个你好厉害哦。没有凹槽的话，你就这样把它顺过。对啊，凹槽等一下，你平的会吸住。对啊，我刚刚就被吸住。对，你要垂直，对，垂直把它铺平。先抹平均。对，先抹平均，再用凹槽。垂直，你要垂直，你这个要靠进去。刚刚杰哥有说这样子，要这样。要握住，不是你连两个食指要这样，对，然后这样子用，好有哦，有哦，这样比较好用，对不对？你要垂直，因为你只要平的，它就会吸住了。你就是要用边去刮它，对。因为经常你要刮它，你
然后放到没有的地方。哦，对啊，对对，放到没有的地方，然后再刮它，然后再放到没有的地方。哦，我觉得没有比我好啊！没有，有啊，是哪里有？马图，哪里有？有皮，哪里有皮？我个人觉得有啦。你哪有？太薄了啦！太薄了，太薄了！杰哥，你那装给我不够多啊！你看还怪人家，还怪杰哥。不是啊，那个他刚刚给我就是还顶嘴。那怎么办？再多一点吗？对，不是这一直要补啊。对啊，哎，这杰哥这要多一点，对不对？要吗？还是不用？杰哥笑了，不打。时间不够紧。杰哥表示心很累。杰哥，你做多久了？杰哥拒绝聊天，拒绝，好无奈。哎，这样好像那个洗衣板哦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要让他有突突的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你懂了是吗？我下一块会更好，还是小迪要试试看？我要试试看。哎，这块完成了，这块就可以粘了。对，完了完了，我们一小时没办法收工。我也觉得，难怪他今天偷到晚上九点。五十，哎，这个是用那个透明的，五十一。这个没有透明的那个，那个在哪里啊？小迪要不要补一下五十一？一定是好吧。会补吗？会补五十一。他要从要冲横着来，要一排一排横着来。哦，四十四。要看隔壁那一块是几号？哦，四十四。对，这样。差一点就上面的，上面等一下，你看。我来帮你圆吗？勾这个。等一下，我在上面不要放。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应该有。那应该够多吧？因为有些海绵有的，你要先把它。够。简单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两个就负责涂这个，我们就负责粘，我们就不要再做其他事了。好，我先。只是涂针烦恼而已。没问题。我跟你先负责粘。好，那你们就你用另外一块，你用另外一块。好，我用另外一块。可是另外一块是几号？四十三。这个三三五三五，它是填这样四五四四。三五三上面这个。对。这感觉好像没有想象中先刷透明的。哎，杰哥，这个水泥是一样的吗？还是有分？一样。一样的。好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小弟皮子又会抹不开。对，要用躺这样吗？对啊。那就靠这个再把它抓平了。怎么抓？因为这样还会更多。抬下去，这压平，拉出来，扣住了。哦。把它扣住。对啊，哦，好像这样子。那这个要用吗？等一下，它偏过去，因为这是足球的运动的一种。小迪好像蛮有天分的，真的吗？是因为我刚刚帮他装了很多，是不是？是吗？还敢邀功啊？嗯，小迪是不是不敢说不？你可以用很锯齿的弄啊，锯齿的这样。对，你看小迪。锯齿的帽子好像就小弟，你要不要来打开？我可以来考这个证照。这个没有证照，这有证照吗？这个没有。这个没有。那我可以去打工。你可以成为杰哥的徒弟。杰哥说我为敌徒，敌徒看杰哥有没有意见。你说我为徒吗，杰哥？哈哈哈哈哈！笑哎，杰哥不要，杰哥不好意思。杰哥再给你做，我就不用做了。杰哥这块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你要突出外面，不要突出外面修一下，把它刮起来。对，然后这边再补一点点。怎么位置？等一下，怎样？加油！这个不错。可是我不爱这个。
包接这样。好像漏了。那个是干嘛？直接用手扶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像太，它的那个太，那个的，这样不太适合吃砖。帮大家擦屁股，谢谢杰哥。还有这个好像不能用在这里，因为它这个太紧。为什么你的那个这么宽？对，因为它的这个比较厚一点。我想知道这个。那个是磨墙，对。我就开始说嘛。然后那这个。是冰面的，是冰圈的。感觉这一块是不是太厚？我在开冷圈呢。44号，哇！像我们这速度要你要完成，对啊，好可怕。这里可以卡这个。刷那
那个送凤是什么？他先穿面。抹太肉了，抹太肉了 ，I'm sorry。杰哥，你抹，我们贴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，
两个月没洗。对。小迪也每天，小迪果然真不愧是主持候选人，他一定不会，他没有。我昨天有洗，昨天有洗，我昨天有洗他，没有洗，有我昨天有洗。因为有会流到你那边，不放心的。好的，有对不对？我不要，真的，我是三岛。挖鼻孔，你把嘴挖进去，一个挖鼻孔画面。哎，姐姐默默在做事呢。谁在加油？我们帮姐姐一起。加油！因为你也要爬来这里。哎，这里有这个，那个我等一下请。这里我等一下。OK。OK。要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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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不能涂上面好了，杰哥，我让你刷上面。你不能涂那个，我不能涂上面。杰哥好冷漠，杰哥，我就不怕。他已经对我们完全放弃了，杰哥不让我们插手任何有关水泥的东西，因为杰哥可能可以一小时下班，然后在我们一上班，现在可能要四个小时才有办法下班。他说我想下班，他内心想说，找这群人来到底要干嘛？帮打火屁事。我老婆在德国，我叫你没有还要来这里。对，所以他要自己用了，也好了也好了，杰哥靠你了，我们就负责黏就好了，我们不要帮任何倒忙，我们要当有用的人。我们一直处在没有用的状态，腰难一点。杰哥，你水泥不够，我们可以帮你和水泥。对不对？破水泥应该 OK 吧？ OK OK。或者杰哥你肚子饿了，我们可以帮你。三十，杰哥三十四，接着要三十四。对对，三十四，三十四。那边有泥巴，那个泥巴。好，避开泥巴。三十四这块。我来擦擦。好，好。这里还可以的。反正也不用擦太干净啦，因为之后过了今天之后就脏了，是这样吗？欢迎大家来帮思雅满脸点满字哦，满起一笔是不是？可以帮忙的话，我不对，治毛治毛有没有？你就变师爷了。然后这时候那个谁，小迪就会庆幸他没在上面。对，我没有被讲话。那再来的时候可以帮是吗？帮大家擦一下脸，用卫生纸擦一下脸的话。很久了，那笑得太好笑了。我们看到这个一圈的，一圈的，哎，一圈跳的好脏哦！我这样，帮我把它洗下来。帮你先洗澡，帮你先洗澡，帮一圈擦一下下皮。
那个先放一个。哦，要先放，先放那个蓝色的，蓝色然后白色。蓝色等一下。哦，蓝色的就好。没有，放里面一点。对对对对，先跟太阳放这边。啊，放到里面的。我们的 logo 哇，有耶，有哦有哦，好像越来越快咯，越来越快咯，赞哦，这个速度赞哦，赞哦。小皮，现在是粉丝拍照的时间吗？小皮，我们在那边辛苦工作，加油！不关你的事，这不是一次什么摄影会吗？小皮，小皮粉丝见面会开心。但其实真的也不该小皮的事啊。小皮，你慢慢拍哦，慢慢拍。妈妈招呼一下客人，尽量拍哦，大炮尽量拍。现在到现场，真的要落泪，其实要落泪了，是不是？不用落泪。杰哥累了，杰哥累了，我们剩一点点，你们帮我剩一个他 L 而已，应该要唱歌。杰哥，杰哥，擦汗吗？擦汗，杰哥擦汗，擦汗，杰哥。杰哥来一下，看一下，杰哥还是跟小迪看一下大炮。杰哥想要反拍吗？我们要反拍，还是我们的电视版外拍？杰哥有 IG 吗？我的工作照，工作照。跟你的工作照，你呢？要笑，要笑，要生气，杰哥。不想，你们在等一下，我真的不想理我。我在觉得我们很好，就是今天没有涨粉，然后反而掉粉。我想说，你们好像在群里在看吗？哎，这里先不用剪，对，这个要吃点立体的外形。好像接下来都很难，是不是？那就不太关我们的事。好像是哎。没有，这上面我们要先粘完粘才可以。哦。42号要切吗？所以要找出42号吗？所以我们没事了吗？应该还是有一点事。33，姐哥，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啊？33就是刷牙上面。哦，哎，对啊，是不是还可以再粘个一块？一块，可以理解是33、33、33、33、33。好，我找33在那侧。23在那，还有13。23跟13，往里过来。要做这种事吗？不要，我不要。我吧，我就在这边等杰克。宝哥嘞，宝哥没有来帮忙。宝哥在，宝哥好，你要来跟我们一起吗？宝哥，没有，我负责监工吗？负责研究。宝哥，你是不是也不太会读摄影？啊什么？宝哥也不太会读摄影，我不会。宝哥也不会，宝哥不会。那宝哥你会订 Uber E 吗？对啊，我会吃。那宝哥真的用处不大。我们还是出包了。怎么了？我们那也塞太紧了。啊？要怎么移啊？这个？我让杰哥塞太紧。杰哥要生气了。你没有塞到。是，我们这边做太紧。哦，你们塞到。对啊，43号是不是？43号在哪里？43号。
那我先来帮忙扶个水椅。对啊，是时候，我找一下。三，我先上。三，好。先把它翻过来，翻过来。应该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像我这样。有，他的好，他的很棒，我需要把它补妆。
哎，这里有水线，水是擦掉。哎，这个擦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把那个要用特殊的吧。那个号码，那可以擦。杰哥，我最后一片哎。对，杰哥，这个是还不能擦黄黄的，先不要，对不对？先不要，好。各位，杰哥上最后一块了，历史性的一块，杰哥今天就看这一块了。杰哥，你一点好，我们就会飘进去的，飞快进去。杰哥脑神经衰弱了。好，杰哥要粘喽。好，好，耶！我们会原地解散。对了，杰哥拜拜。太快了，太棒了。太快了！你这样子还不怎么解 e n 我想说，剩下太快，没有，因为剩下都要裁切。对啊，剩下我们的无能为力，而且再加上杰哥也没有想要我们帮忙，他不懂，他没有想要我们多留一分一秒，可能刚刚没有这一段，他已经整面讲不完，但因为刚多了这一段，然后他一直帮我们善后，杰哥心累，然后又面对着又那么多摄影机对着他，他只能强颜欢笑。还有偶包，宝宝心里苦，宝宝不说，杰哥 always。我们都已经慢饮讲出来了。对，那杰哥这样，杰哥我们用慢饮料，那边要喝几杯都可以，要喝几杯，那边有六杯哦。对，杰哥，啊，你今天晚餐带回去，晚餐我们付钱报工厂。啊，我们的旁边是那个，02374051，你等下结束去叫按摩的也报工账，报工账，脚底按摩，放松一下，放松一下，对啦，放松一下，杰哥就加油哦，好，我们等着看成果，杰哥，我们心与你同在哦，我们先进去，杰哥真好厉害，我们想一百句，我回去，对啊，他没有回，那我们先进去，喝饮料喽，杰哥加油，听得到吗，杰哥？坐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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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臨界點，再臨界點，把鏡頭留給他，鏡頭那個大炮多拍一點傑哥，幫忙多拍一點傑哥，拜託了，要修圖哦，傑哥的背影，傑哥的背影，對對對對，真的安静，真的要留他一個人，傑哥想說好煩喔，這群人好吵喔，他剛剛說好像什麼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二楼吧。好。好。杰哥，我们是杰哥，对不起，杰哥不会，杰哥不会切割别的。还有啊，是不是我的问题啊？这一组对对对，他们这一组外面有问题。不要，我直接用这个手，没有，是那个Thank you.
小孩。小猪。哎，我好像那个兔子哎，那动物方程式那个兔子，好知道吗？好知道。对，像像哦，敷衍。你比他可爱。林轩说话，我们的签名好像真的，很像真的。对啊，啊，这就是真的。很像就是我们，等我们六十岁来开菜的，他不会被风吹。应该是火烧上去的。哦，真的。对。哦。只要他不拆的话，你就没有。只要哪天不想把它拆。他现在在吃。好可爱啊！我艾特你。好。你要换成是呀？可是我刚刚瞄了一下，我觉得蛮好的。他只是小学生，来当兵。你发现没有？好尴尬。对啊，都是小学生。好尴尬。还有一个。最有名的，他很帅。他们在干嘛？我真的好心一下，好尴尬。应该靠你们的那个。我们应该可爱。屁股好，屁股好好看哦。小明的麦录完了，拿给我们。所以等一下小明的麦录完了，拿给我们麦进来准备去。好。你现在开始收集洗脑。收集起来，然后去给小明看他的。对啊。然后他做了。是不是很可爱？那个肉肉的那个。我们录多少问题？这样，这是身材就是。哎，这样我。这是确实回去吃。我看就排五啊，四个人有办法，四个唱。然后是。哎，有你啊？没有，要吃的。哎，有哎。可以哎。有吗？有哎，可以四个胖子哎，可爱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准备吗？我们有个胖子特效。AKB 的老板，他们想恋爱了，想买
对了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所以贴完真的非常的漂亮，很壮观，有没有？而且感觉贴那个超难的。那杰克一个人默默的就，因为他会把这个舞台切，就是他一个默默就完成了。哎，不就好像我们脸没有在那么上面，会切一半，只有嘴巴，只有嘴巴，有没有？那我们一起谢谢杰哥，一二三，谢谢杰哥。哇，还是这么悲，没有回应。对啊，好无奈，好不好？可是因为上面还有很多这个黄黄的，是因为要等明。哦，等它干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是要等它干，是吧？杰哥，这要等它干才能弄掉，对不对？对，杰哥点头。他点头，看到了吗？杰哥，两边有留那个大概15公分、10公分左右，那也是明天才会补，对不对，杰哥？对，你听到了，就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弄得更圆满一些。杰哥会施魔法，对，所以杰哥，那你等你明天完成它的时候，你会跟他拍照吗？那你要杰哥，杰哥拒绝我了。杰哥，那你要跟我们拍照吗？那你要跟活生生的我们拍照吗？杰哥，前面自己在拍。你要拖我们下水，要求太多，要求太多。那边拖杰哥下水，而且杰哥今天有很多照片。对啊，杰哥，要拍很多杰哥。要摔图，他们想说，哎呀，大不在，那不来拍杰哥。杰哥对，杰哥有很多美照。等一下我们把杰哥 IG 放进去。配合一下杰哥，所以今天我们算是完成一个蛮，就是杰哥完成一个蛮，不关我们的事，因为做这个瓷砖也是那个什么，对，太阳的，然后贴瓷砖也是杰哥的，所以这个计划我们到底。这计划我们就，我们提供我们的肖像权，还有我们的签名，我们很脑，这个很重要。还有用手签，我们还是有微参与，微参与到。对，我们有了解山羊跟护国公的意思。没错，而且我们有用心的去看每一个环节，还有应援，应援，我们还有应援的应援。哦，有杰哥的杰，对，就是啊，加油，这样子耶，就是啊，谢谢。哦，还有你拍了很多照片。教我们在这里，刚刚小丁在那边涂一涂，然后这样，我们家专业的偶像，随时保持，随时保持，没错没错，果然不愧是我们的那个什么。想说什么？来宾，你想说什么？那个实习主持人，实习主持人，因为未来我们可能会换掉一个，还不确定是谁。谁？就是可能是小迪，未来会取代他。哦，对，可能啦。好。好像是家人了，好像期待。OK。而且虽然现在看起来就是黄黄的，有这些就是黏着的东西，但是你们看到这集播出之后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完整、完完整整的一面瓷砖墙。欢迎大家来拜拜，顺便来拍照。对，而且它生生世世会陪伴桃园地区的子子孙孙，对，就是跟护国公一起。对，跟护国公一起，护国公不倒，我不倒。哇！我们有护国公护国。千秋万世，香火鼎盛，没错，没问题的。好，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的话，希望可以来这边，不管是路过、经过还是特地来，都可以来这边拍照。刚刚有点难路过了。不会，那边就市区了，你只是再绕进来一下而已。我们刚刚讨论过，讨论这边好像蛮。没有，随便讲。很近，没有，这其实离桃园是蛮近的。而且其实你到一个地方，你先去拜一下，保佑一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是如果有来这边拍照，都很希望可以 app。对 ，app 异想天开。我们真的会很开心，因为像我们上次去那个台南做那个小一号，就有人 app， 你就觉得哇，真的有人去拍耶，有人去看我们的艺术品了。对呀，那种感觉。然后希望大家来看，就是。山羊瓷砖的艺术品啊，记得不要帮我们乱画，不要乱画，要画的话要插画，不要画可以画这一张，画它，举例啊，这尊看起来感觉很像姐姐，你要用尊，突然想到，你看用尊是什么？对，我刚刚也突然间，这尊是什么意思？我还在这里，知道我们的位置，你知道，因为刚刚听懂了，聊了很多护国公神明的苦心，听多了，你听多了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烧香啦，来烧香，拜拜。
天就在这边大成功，谢谢杰哥，谢谢杰哥，希望有更多人来找我们，就是艺术，对，假的艺术，因为跟我们没关系，有我们在上面啦，我们是主角，我们很愿意在大家各个的地方出现，真的，不管是什么，欢迎来找我们，欢迎联络，欢迎来找我们，欢迎来找我们，演票我们很便宜，还有在这里，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再见吧。自己可以拍照，对耶，可以拍照。晚上在那边好了，先拍一张近的，我们再拍远。好啊。然后明天会一起下班。不好意思。那好大哦。好大。对啊。哎，你们先站这边好了，等下再拍远。哎，我在这儿。好啊，来又没来。来来，这边来。哎，居然没来，奥比的叶子。哎，可以想面看聊一下。对啊，不知道。好，我先拍近的。三羊要不要露一下？男人真可痛，没有懂得很明显。好，一二三，下一张。男人忍不见。一二三，下一张。一二三。好，拍整面的。我们是这么清楚，别人家很后面。那你就在各自的那旁边哦。好，那你想当谁？你想先卡 ，OK？ 没有，你当那个啦，直接换掉了。喂！哇，不好意思，你要先点过一下。谢谢。哎 ，Sam， 你借我过一下。你后面不要踢到那个。你看这个就这样。好，一二三，下一张，一二三，好，拍个洞洞图。好，那要怎么进个洞洞吗？运动吧，运动。好，我这个先是从他的，我从这边带过去好了，我录一下。好，开始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謝謝我要到全，哎，宝哥，等一下，我这里，好，帮我，还有个全部，二三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们最辛苦了，好，我拍，我拍，那他们要偷拍是不是？哦，好，没有偷，自己合照。拍得到球，带球，还有时间吗？其实他们要一个一个拍吧，只剩我们等一下第一时间就上面就这个，那我见好多断片。你是怎么办吗？刚好有那个，然后就这样，因为工厂现在，我们是没有空费，所以它要爆开。
的时候他说他没有拉，他没有拉，就是不要说说的，刚好飞多鸟子。对啊，我就觉得他刚刚。对，他的经验。进度差距是。好久哦，怎么记得这样子？慢慢再排一些。对啊，对啊。有啊，那时候有没有要防？我就说要防他吧，都要防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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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他就是普通漫画风，漫画家，对啊，那是普通漫画的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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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然后我会一个比较靠近的、哦，往这边飞过来。你们要推一点哦，可能再往后退一点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谢谢。Thank you.
不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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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
哦，这个真干净。好了。干净。传照片。他可以先请上去。要收图哦。快点，快点，上来！看我的时候，第一眼就看到这边都掉了。